暗黑的力量。燃烧殆尽吧！怨念深渊。我配个风火轮呢，终于获得深渊传送印记，该前往深渊秘境了。秘心记载着这片破裂空间就能获得神器的信息。我们继续向前，前方地面似乎有东西在发光，这就是传说中散落在魔渊的。前面似乎就是在探索中获得的猎魂币，只能在秘境中兑换需要的商品。不好，前方有，让我们开始挑战吧。怨念深渊。在战斗和探索，遗物是深渊中具有神秘力量的宝藏，让我们选择一个遗物强化战斗吧。哈，这就是硬实力。暗黑的力量。前方有强大的能量波动，是传送阵。神魔大战后，大陆的空间不断破裂，我们只能通过这些传送阵返回主城或到达其他区域。冤魂的味道，结晶是利刃的天敌。以气御剑，人剑合一，剑随心动。还是故乡的酒让剑随心动。还是故乡剑随心动。结晶是利刃的天，御魔斩魔，御龙屠龙。我也曾捍卫光明，但光明抛弃了我。怎么没给我配个风火轮呢？孤独是佳肴。利刃将无用武之地。洞天贯日，怎么没给我配个风火轮呢？魔盾再临。魔盾再临，利刃将无用武之地。
结晶是利刃的天敌。剑随心动，结晶是利刃的天敌。孤独是佳肴，魔盾再临，冤魂的味道。魔盾再临，冤魂的味道。怨念深渊，魔盾再临，暗黑的力量，燃烧殆尽吧。剑气凌厉，魔盾再临，孤独是佳肴。